说对不起，这个我不能填这个。为什么呀？这个，我说我就练法轮功。我说我们修炼的第一个字就是真，我不能说假话，我签了这个相当于我说假话了，我背叛我自己的信仰，不可以，我做不到。剧组大门之后呢，其实我心中是为自己暗暗的喝彩，真的，我放弃了一个机会，我少挣了一笔钱，少了一个出名的机会，但是我觉得我坚守住了我自己对信仰的这种坚持，我真善人没有错，我觉得我走的是一条非常好的一个正义的道路，我只是为了这个正义的道路，为了坚守它而损失那么一点点，我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心里是为自己感到骄傲的。刚刚离开一个剧组，我推了一部戏《男二号》，我到这儿来了。导演问为什么推那个戏啊？我说因为我修炼法轮功。导演听完之后愣愣地看着我，看了一分多钟，说小伙子你真坦诚啊，你真有勇气啊，了不起，冲着你这份勇气，我这个戏《男二号》就是你的了。在你追求理想和信念的过程中，你一定会有所失去，有得就有失嘛。那么当你权衡之后，你觉得你得到的是弥足珍贵的东西，那么你失去的东西就不再那么让你留恋了。